慢慢傾。以呢間屋為例，呢度1400尺，筍盤嚟啊！點進化？講控制。咩嘢？我唔中意你賣我拆包。买楼去排队啊！800尺膝头嘢喎，三房一厅要楼火啦，系嘛？顶多2球我就 OK。哇，香港地产死噶啦！你话你死都未死啊！我而家拆啦999年拥有土地权呢一项，你咁样系犯法噶！香港法律最伟大嘅地方，就系可以随时改嚟改去。做地产的，我保证你一定会有屋住啊！你冇点闹我？冇错啊，香港点会冧啫？